大家早上好，现在呢准备走到镇上的一个观景点，然后来看一下日出和热气球，两条的坎高犬嘛，应该是在这里做我的向导啊，很乖的，非常的大只，左右护法，前面一条，然后后面一条，对吧？还有一下，真的好怪啊！就是我接下来看导航的时候呢，他也不停在等我啊，真的让我想起了在格鲁吉亚的大哥了。嗯，色都差不多的啊，但这条呢感觉瘦一点点。格鲁吉亚呢砍高了，我叫他大哥，那这个呢就叫他瘦哥吧。在瘦哥的带领下，终于来到了这个城镇的制高点了啊，这里就是格雷梅啦。那个又是另外一个城镇啊，科瓦托片呢，它不是泛指某一个城镇啊，它是由一个范围最广的电脑城镇所组成的。OK OK OK， 超越当兵了，该。他们在这里。嗯，啊，等等，你唔会整到走入嚟嘅，嗱，啊，等等，你唔黐人嘅，等等，你好酷咁样窗户度望住啊，咁啊，你抱佢，佢都抱，佢都俾你抱嘅，不过咁啊，抱完，一抱完咧，放手咧，佢就走噶。嗯，诶，只咧就同你玩嘅，啊，但系佢衰唔喺度嘅，因为你减肥嘅，啊。虽然肥好睇啲啊，不过你减肥啊，一早都话你肥嘅咧。哎哟，我整咗条尾啊 ，sorry 咯，整亲条尾，又嚟过，阿只 sorry 整亲条尾。先冇再。在这里俯瞰科瓦托皮亚，就我们在异星球了，再配上热气球和缓缓升起的太阳，真的是浪漫的土耳其。那么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哎，你中意有啲人同佢玩嘅，有啲黐人嘅，中意人同佢玩嘅，呢只真系黐人嘅只，爸爸又买部新单车同你出街，话成日想同你出街，嗰部单车坏咗嘛。爸买嗰部好啲嘅，爸买嗰部咧同你出街。OK，